一直哦，我只知道有人骂他贩毒狗。人家好歹也是 LOL 世界冠军呢、欸。那又怎样？嘴那么臭，会被打也是应该的，好不好？打人是不对的，可是你就是用言语挑衅激怒到人，你就是不对。言语攻击。言语攻击也是一个攻击、欸、为什么他眼睛看起来怪怪的、啊、劝家店你吃东西你不好吃也不要直接讲出来，公众人物可接受公平，对，我相信你这句话。那超哥也接受你的公平了吗？接受了吗？最鸡跟小女孩讲说那个叔叔是脑残大拍音啊，去看完影片好不好？破麻、啊、真可怜，回去好好侍候你的干爹就好了，别出来五四三啊。雪碧已经委任律师团队对 Toys 提出公然侮辱跟诽谤罪的刑事告诉，然后并同时要对他声明及对他的粉丝声明，不要在维基百科或者是留言继续攻击雪碧，骂他是破麻或者是贱人小三之类的话语，因为这都会构成加重诽谤罪。然后我们同时声明，希望 Toys 可以对社会大众澄清并跟雪碧道歉，否则雪碧他会继续提出刑事诉追，绝不宽待。我想说的就是我只是根据一个影片然后说出我的公平，然后他后来就是说什么要一一点名之类的，然后就是有粉丝传说他在直播骂我，那我就有去看的直播，然后我发觉就是他对我感觉他就是对女性就是极度的不尊重，对，然后后来又骂了一些破麻跟那个什么伺候干爹，我觉得我是一个可以受公平的人，我觉得你们都可以公平我，大家都可以公平我，可是不要带有侮辱或毁谤的字眼，因为这个对我造成很大的困扰，包括就是我所有的，例如像你是我异性朋友男生，会不会就是你跟我合照一下，然后别人就说哦你是我干爹，那是造成的困扰，对不对？那我所有的女生朋友跟我合照，然后都要被一起说话啦之类的，因为我发觉所有的下面的留言底下，只要是声援我的女生，全部都被骂，同样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因为我觉得她的言语跟她的已经造成很多人的困扰，跟包括她攻击我的朋友跟身边的亲人。所以我绝不宽待这件事情，因为他可以公平我，他可以说就是叫我闭嘴，哦，不要管这些事情啊，有你什么事情吗？怎样怎样，我可以接受这些公平，可是他不能辱骂我，对，而且我也没有骂他，我也在整件影片的事情也没有辱骂到他，我只是对这件事情说打人是不对的，那他这样子去挑衅人家也是不对的。我的确有看完整个影片。他说我没有看完整个影片，我有看完整个影片，我有看到他说哦，他有说什么鱼肉好吃，我也知道。可是面对他对于小孩子说，他面对小孩子然后说什么那叔叔是脑残，我觉得这个也很不对，对，就有点就是如果造成那个小孩子到处去幼稚园说哦你是脑残脑残脑残这样子，就是因为他学会这句话，然后去幼稚园，然后跟人家说哦有人教他这两个字脑残脑残脑残。这不就会变成一个社会乱象吗？所以我觉得今天我必须要去告这个人，然后我一定会告到底，而且不管网友怎么攻击我，或者他的粉丝在维基百科直接，我可以给大家看，就是在维基百科直接串名，那这部分我们都有截图，然后 Toys 的直播影片我没有截图备份，这之后都会提供给警方做相关的证据。对，那我想跟大家讲说，大家不要以为你们有做过就是像这个大家看一下嘛，他在维基百科改的，然后这个人改的这个人我也找到他的 IP 的，所以一个都别想跑，一个都不想跑，都不要想跑，就是你们做的这件事情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言语做负责任，对，所以大家都可以看一下他是怎么骂我的，怎么会有人品这样子就是为什么会篡改维基百科呢？然后继续在我的下面去留言支持我的人，或者是没支持的，或者是有跟我拍照的，或者是一直下面就是一直伺候干爹，一直伺候干爹。那对于那些网友的，我所有都有拍照留存，就是
他们这些我都有拍照留存，只要是有骂我到破瓦跟伺候干爹的，我每个都已经有截图留存，所以大家一个都别想跑。对，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此风不可长，我也希望大家就是对自己的言行也是要做一个，做一个自我审视啊，就是讲出来的话，大家希望可以叫做要三思，就是不要侮辱，也不要辱骂，我可以接受大家的公平，所以。其实公平的事情不是攻击，言语暴力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我谴责，我也谴责暴力行为，我也谴责言语暴力。所以我今天会来，我相信大家第一次看到我告人吧？对啊，第一次看我在这边吧？因为这件事情我真的是忍无可忍。对，因为直播上面攻击我，我觉得我真的是不能接受。对，然后他就看起来就云淡风轻，感觉讲这两句话好像就是哦，就这样随。随风而飘，理所当然的感觉，我觉得我也不能接受，就觉得说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一个人就是来去跟他讲这些事情，就是说哦，你不可以这样子啊、你就算要骂一个人的话，你也是就是不要攻击到人，就是要评论一件事情，也不要用攻击来评论。对，我希望他可以做改进会比较